隻鋼琴，第一隻就純音樂其實就係我寫嘅。咁啊，另外第二隻咧就係、是、一個電影配樂，就 piano 鋼琴戀曲定唔知乜嘢嘅主題曲。咁啊，就係、是、喺 career 入面嘅表演環節啦。咁啊，喺呢度就俾送俾呢位朋友啊。